过去林边溪因为私有土地没有征收的，那么后来水利署给我们1亿3000万，那么都把私有土地呢大概都征收，所以通水断面大概都是扩大了。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只是300万立方，我们恐怕是350了，这到今年年底已经有350万立方输进。那么现在我们正在都在检讨。过去水利处的省水利处的时代，交给屏东县政府，把林边溪当作是百年洪水屏力可以应付的一个河川。那么莫拉克之后一检讨，结果呢，不到20年，甚至有些时候不到10年就会遭殃了。那市场的状况都在改变。那么这些堤防有些老化，我们现在这次的这个8800亿呢，大概都没办法给我们更新堤防。那现在我们已经用现款来准备来更新，希望能够真正达到百年洪水屏力的一个保护效果。那么最近我们在2个月前到日本也去看日本的组合治水，我们去看了一个方川的一个解说站。日本的治水历史也非常久了，它到现在为止，那个比例创，他们的治水记录从德川家康开始，1594年，哪一个地方就在治水了，治到现在他们还在治水，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解说牌，向他们的小朋友说：“你看我们治水做多么的完整呢？上游我们有水库吧，有一部分水拦截，那么到中游来，我们有换水路，有堰，有这个有水堤啊，有水堤，有调节池，把所有的这个洪荒呢各自都引开了，然后到下游有该有抽水站，到抽水站，然后他最后他说：‘你看我们这么完整的准备，会不会淹水？’他们还告诉我们小朋友说：‘我们不敢保证会淹水，不会淹水，大家要心理准备。’”在我们的这样环境之下，就是会淹水。哇，这一句话呢，应当是从总统以下，包括县长，我现在在议会都敢讲，都是淹水。我都敢讲，讲你们这议员都讲，是安怎无滴水，变滴水就变淹水。哦，这个议员都派正情呢，我们派应该向天公派了哈，应该跟上天去修才对。一个小时超过50公里，在日本他们都没办法应付了，他们很完备的都没办法应付了。那现在我们刚刚开始而已，事实上我们的总河治水概念老早就在做了，只是比较慢、比较零碎而已，受到经费的影响这个是真正的。我们流域的治理大家都有了但是经费的关系，只能做一段。那么碰到哪一段是紧急？那就先做，东港西治理从西来做起。可是万南那个地方，那非打开不可啊！这插嘴，事实上都有这样的概念的所以在我们方川那个解说站里头他说我们做了这么完备之后，是不是安全了呢？他就告诉我们小朋友，你们的课程，学校课程。应当把这个防灾的课程当做第一要项、第一优先，他们的课程里就包含了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的课程还没有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屏东县已经开始在做这样准备，把这样子防灾的观念，食以量，从过去30年前碰不到一两次，现在经常碰到，要这样子来，在我们的国小课程就开始要做解说教育。好，那这个大概，屏东县有一个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当时已经就考量到3个很大的滞洪池。这个地方呢，我记得当时是营建署在规划的。那我当时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就也跟他提到说，现在大家都在用滞洪池的概念，你们就要开辟了。那几个审查委员我到现在还是
拜托李根正在盯着，但是李根正就特别说，你这边要挖深，那这里挖的深，挖深之后，这附近哈、哦，附近过去经常淹水的圳寮啊，那圳寮还是会淹的、啊，但是后来把凡尔克那里的有一些改善之后，那这一带就没淹水了，即使是啊九一九和那比，这一带也没有淹水啊，所以这个赤峰石是会有发生效果。那么我们在开辟大潮水公谷，事实上从南义溪下来，这个大武山的林边溪上游集水区，因为太陡了，从3000公尺到这个100公尺呢，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这非常可怕。3000公里的雨量，两天，直线距离不到十公里，再冲下来，所以过去的河道就是往这边走。往这边走，这个四面八方乱闯。后来从日据时代把它开辟为甘蔗园，把里面溪的河水把它塑限。到民国60年又把丽丽溪把它塑限，变成有万隆农场，有所有的台塘农场，全都是过去的河川地。那个地方叫做本基哦，也就是说。最糟糕到遐吼，啊，像本溪安尼，迄水也都流落啦。你往水要甲底吼，爱就流落啊，所以它就不会威胁到下游的原因在这里。那过去你们说不会威胁到下游，所以说可以把河道受限，啊，结果量体太大的话呢，就是会冲毁堤防啊。所以它高差相当陡啊，所以现在我们大潮水公谷在这里还是。尝试要把这里呢，要把一部分水引进来。那台塘在这里种了很多的树林之后，大概我们在这里呢提出一个叫做平面森林园区，这里有1200公顷。这些1200公顷啊，我们现在正在跟台塘谈呐、啊，说你这1200公顷，如果你周围有趁着现在砂石最便宜的时候，把这个你的种树的地方把它围起来。这个溺水就跑不出去了嘛，溺水跑不出去，你对下游就没有威胁了、啊。所以华纳比是溺水，莫拉克大概是在山区比较多。我们对于这个溺水的地方，我们要防范。所以我们跟台塘谈的结果，台塘有一点不太愿意啊。他说你在外期外的细微了，他就到后来就推给说。我们找水利署来开会了，看水利署把它委缩哈，啊，大概一时那个爱几年宽呐，啊，大概安尼哈。好，那我就拿这个，我在莫拉克台这个下大雨之后，再到台塘的这个林地去看哈，第二天的水就落掉了，第二天的水就没有了。那这个是在我们客家文案区附近，这里的地就并不是砾石层。是砾石间有一些壤土啦，就在永平科大这里，所以它的渗透力没有那么快，但是两天之后还是没有水了，所以我们要善用台塘的造林地哈，把它围起来，最后老叫你了，没不要给区域排水造成压力，我们区域排水的保护标准就是10年，那现在一下就是50年、100年，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希望水利署来支持屏东县政府，来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趁砂石等休息之后，那就我让他投了，投进休息了，这个围起来，细节给他围起来，阿贝可以气感啊，有带点气感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政策。那现在林边溪上游的部分，我们也是尽可能，这个地方忘家了。望江里有一些排水沟哈，我们希望进到这个路里面来哈。如果把它引到台塘的土地哈，还是把它不会造成下游的水量。那另外我们也尝试说有没有可能把洪峰的水也会引进到这里面来，但是因为河床刷深的结果不容易进来。那这里我们还是拜托陈大在帮我们再想办法，看是有什么方式来处理。那利用租用台塘的土地来辟建
自贡池。他厂的土地一公顷，我们大概一年大概五六万块，五十公顷多少？300万。那跟我们一般的工程的比例差太多了。我们要动用工程的话，好几千万。如果我们把台糖的土地当作滞洪，或者是下雨就把它留下来，那太便宜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虑，都在考量这个方式，哪一块地被我们相中，我们就跟台糖谈。现在就正在谈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我们在日本也看到这样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在临边地区已经没有养鱼的地方哈，没有养鱼。我们大概像正安湿地大概30-40公顷，田厝湿地大概40公顷，这个没有养鱼温的大概这里大概10公顷。我们准备还没有下雨之前，这个把这个水就放出去，那么必要搓的搓，就等待一量大一量来的时候，就在这里是当滞洪，不要给七排水来压力啊。所以我们大概这个在下的地方有100公顷，我们现在已经请里面乡公所先去跟他谈，这个没有养鱼温的呢哈，可以养鱼的，我们大概一公顷可以20000块把它租下来；如果没有养鱼的话呢，一公顷是10000块，啊，可以养鱼的20000块，不养没法养鱼10000块，啊，这个都很便宜，所以我们现在是尝试这种方式来减灾。那这个是整个林面地区，大概都是地海平面的。这张图还是我们水规所委托大家总的治水的一个概念。我们到这里去看一下它的超级堤防，它的超级堤防倒不是把这个堤防纯粹弄得很高，而是河川的这一面哈，这一面哈，就把土填得很高很高啊，大部分都在东京里面，因为东京也有地层下陷的问题，所以他们在30年前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把这个地方填得很高很高，然后很高的话，地下室作为储水，那么公园，甚至有一些是变成高级住宅，那已经相当做了很多，我们去看了很多地方，但是它的造价太贵了。造价太贵的结果呢，现在只做到5%而已，做到5%已经喊停了。为什么？已经日本财政有困难了，所以他们做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去的话，刚好碰到他们国会在讨论，是不是要把超级堤防呢喊停啊？那我们现在临边地方，我们在检讨了比对的结果，在临边地方，某些地区也可以做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大量的土石可以把有一部分填得很高啊，那变成是它永远不会受到淹水。我们正在尝试这样的设计看看。那我们从环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水利署在万峦东港万峦桥那个地方有一个监测站，它监测到东港溪的水量已经快要溢堤了。那当时我们跟叶教授还有陈教授呢，就看到这个状况在监视的结果快溢堤了，我们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乡长说：“你看看，现在你可以打开这个水利署的监测站，快溢堤了，你的美河那个地方会。”啊，他看到之后就紧张了，前村就紧张了啊，所以这个那个监测站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夜间的时候灯光不明，啊，所以夜间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是开始来准备在屏东县内，我们准备建过11个监测站，水署已经有2-3个了，那我们警察局也有监测站，我们警察局的监测站会把它引到我们消防局这边来。然后我们跟第四台又请他建过6个，那这对于所有会淹水的地方，我们都看得到的结果，就即刻
在第四台让我们的乡亲看到。所以你看看啊、哦、你看现在这个我们屏东市哪一个地方已经水已经淹到什么程度了，可能家里面要家计要赶快搬咯，你给他赶快离开咯。所以我们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大概明年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用得到，有11个监测站可以让大家看到。所以如果不让社区来一块来了解的话呢，光是我们公部门在紧张那也没有用啊，没有。所以我们需要社区防灾。那么从八八水灾之后，我们的社区防灾已经是有紧急性了。莫拉克林边很严重，结果到919华纳比的时候，林边的泡水车没有一部，为什么？他及早他就疏散了。那华纳比一样超大，可是水退了之后呢，啊，没有看到家计呢，在沉堆的丢出来没有？反而是屏东市以前没有淹过，那屏东市的家计呢淹得一塌糊涂，所以有得到经验之后，大家会谨慎的啊。所以社区防灾的概念还是要演练啊。那每一个社区如果碰到灾害的时候，往哪里疏散？那在邻边家中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他们都知道往哪里跑了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所以我们希望跟警政消防一定要建立这样子合作的一个监控系统。啊，第四台的话跟水位呢，能够在林山那一台我们大家看得到。那这样的状况呢，我相信灾害就能够减少。我们在日本观察的结果，在日本他们碰到大水的时候，他们的电信总局就会立刻发布消息，用简讯的也好，或者是用各种方式，他主动发布。那现在台湾能不能做到这种，我还有点疑问。但是他们已经做到这个，家家户都可以通知了。啊，我们尽可能是朝向这样子的发展。所以日本里头它就有很多的系统啊，在通知居民啊，了解我们的水位，那大家赶快离开啊。好，那我就报告到这里啊，这落实的部分请大家指教，谢谢。